这个买了一个小餐桌，是户外露营用的，折叠式的，也非常便捷。主要呢，这个支撑杆啊，它这个孔槽还有做工非常不符合，而且勉强能摆平。它主要是这个卡槽卡不紧，看到了，因为它中间有个杆子，杆子撑出了这个卡槽，所以挡住了上面的桌子卡进去，这个卡条卡进去，所以说这个做工很粗糙，勉强能摆一些杯子啊或者什么东西，所以说也没什么，便宜40几块钱，但是太赚钱了这个。等会我来研究研究怎么把它卡进去，啊。